重庆，我们欢迎市长。宣传阳明山海域季，台北市长柯文哲特别配合海域颜色，穿上白色西装。而既然要代言，就要做全套，还换上青蛙装下田采海域。王副局长，一个没踩稳，差点摔进海域田里。柯文哲卖力宣传活动，但对于走出台北市交朋友，可就不太给力。原本计划在月底拜访基隆与苗栗，谈城市交流合作，不过却遭到基隆市长林佑昌以及苗栗县长徐耀昌接连回绝。也许是目前这些县市他们都有什么顾忌的。你之前批评他们财政，对他们其实人民有点伤害，这样。不、啊，批评还是要批评啊，那个是不对的、啊。那个什么，我这上次监察院来台北市视察，我就讲说，如果我们台北市、要还债，那其他县市在欠债，那这样中央统筹分配款的那个我就有意见了。因为曾批评苗栗财务问题，成为徐耀昌拒绝碰面的理由。柯文哲强调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而针对过去的病人，前总统陈水扁近日因为统独问题隔空杠上高雄市长韩国瑜，口水战吵不停。曾经的主治医师柯文哲又是怎么看呢？阿扁最近跟韩国瑜吵得不可开交，你之前有说过阿扁提到政治就会变得精神特别好，您怎么看？第一点哦，吵架不会让国家变好，这是我的经验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。一句话各打五十大板，柯文哲轻轻带过，避免多说多错，反倒公卿便是主。寰宇新闻林继祥、丁尚成台北报道。